我要给它切成一半啊，还要再上道具啊啊！作为一个阴谋，实际难度非常大，这就一个坑啊，感觉还要再难一点啊！不要再难了，李博士，您确定要把难度真的加到这样？没有啊，因为我们在现场常常是破碎的，不是每个都完整的。行，我接受李博士挑战吧。他接受挑战。砸，砸吧，砸！大家要不要打？砸！啊！李博士，李博士吓一跳，这么容易碎，这个太碎了。李博士，你觉得这个碎度会不会太难了？这个太难了，这个太难了，这太难了。